车身哈，左右两边我们要能确保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后视镜中能看到车尾以咱们后方沾物的距离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倒车影像来显示。来，把我们的车身摆正哈，左右两边我们看不好我们就盯住一边哈，让最左侧或者是一侧哈做到极限。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缝隙是不是有点近，来我们贴近以后哈，发现感觉缝隙有点近，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来看我们的倒车影像。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倒车影像是扫着咱们这个障碍物底部走的，两侧都是一样，右侧的距离还很大，而左侧我们感觉在后视镜中要刮蹭了。咱们要记住哈，这个是视觉盲区，那么说明哈还有距离，那么我们频频的往后倒，是不是只要有缝隙，那么我们过来以后哈，我们一定是摆正咱们的车身，摆正咱们的方向盘，这样哈我们的车就平平的倒过来了，非常的安全。这两个过线宽蹲的方法哈，希望对新手开车有一点点帮助。我车哥如果对你有用，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以及分享。